亲爱的宝贝，你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变得多彩多姿，从北到南，从西到东游玩着。你的出现让我的忤逆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不管是爸不管是妈。你的出现让我追剧的时间增加许多，无论是韩剧古装剧，没有你的出现，我就是旁人眼中的宅男，窝在房间看着笔电或者是电视机。没有你的出现，我对爸妈的口气永远都是大不敬，相信你当时很想把我扒下去。没有你的出现，我想我每天还是在那边看无脑的卡通，比如说乌龙派出所或者是海绵宝宝系列。你的成长背景我明了，也辛苦你了宝贝，但若没有 这些成长时期，我也不会这么爱你坚强不认输的个性。只是就是因为这样，你常常把苦憋在心里，往后我就是你的垃圾车，想哭就哭，想咬就咬，但请小力一点，很痛。我爱你，我亲爱的宝贝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快乐。我也在这各位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向你承诺，你的妈妈日我一定会给你的，谢谢。亲爱的宝贝，我不是最漂亮的，也不是最温柔的，我有时候还常发脾气，有时候会任性无理取闹，容易生气，容易哭，也更容易大笑，还老说我饿了，但还是谢谢你爱着这样的我，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，有了你我变得好富有，爱上你是我的福气，你就是我这一生唯一的伴侣，我要成为你心中不变的第一。或许对于未来我们还在努力摸索，但我相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们都会很有勇气。你的喜怒哀乐希望你都能和我一起分享，谢谢爸和妈把你照顾得这么好，你们辛苦了，未来我会和瑞墨互相扶持，请你们放心。亲爱的，我爱你，谢谢你。谢谢
右上角。右上角，这个要不要再选一下？要不要选一下？就是换左上角。到底是哪一个？右上角。好，右上角，好，确定。平安是右心怎么乱？是谁？金娘。哇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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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学生很香，很美。经典重现。新娘要突然很怀念拍摄婚纱时的美好时光，然后找棒男完成。你有发现哪个不一样吗？哪个不一样？我的新娘我是假。卖啦！全体你给我记得。然后这是在呛虾吗？阿妈，啊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。谢谢你。没，谢谢。不要哭了，我也是很快乐的。我们在这里好好生活。好，我放心。要照顾好身体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好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高兴一下。